雷知秀，你怎么来这招我了？别生气，月海。我知道你有麻烦，我们是朋友，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。这个问题你帮不到忙，你还是置身事外的好。凡是和共产党沾边的事，在香港，我就不能袖手旁观。现在外面人都说。 解局是共产党所为，不会是你故意放的风声吧？哼，约翰，在你们英国形容一个坏消息不胫而走藏不住，你们会说坏消息像是长了翅膀。在我们中国也一样，有句谚语叫做“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关键是，这个世界上。 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对不对？这是我派人在现场找到的。What's this？ 这些我们警方也找到过，可是几个子弹壳，它能说明什么？这能说明一个大问题。这种子弹是苏制托卡列夫军用手枪专门配置的子弹，而我们的军队里是没有配备这样的手枪的。仅凭几个子弹壳，约翰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别忘了。 远航毕竟是中资公司，那你觉得谁会来劫持我们的飞机呢？你的意思，这件事还真有可能是共产党干的？不是我的意思，也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。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。 对他们的了解比你要多得多。尹总。 香港市远东的人流物转中心，这次的杀人劫击案件令民众人心惶惶。请问远航将如何应对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感到非常震惊。毫无疑问，这次的劫击案，远航是最大的受害者。当然，我们会密切配合警署的调查。至于更确切的消息，希望大家耐心等待。香港警署第一时间就出动了大批警员赶赴现场调查此事。现在有传闻说劫机是共产党所为，请问你怎么看？ 我不知道你这个消息是从何而来，我只能说无可奉告。谢谢。谁能想得到，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已经让穆远去进一步了解情况。你有没有派人去安抚一下那些生还的乘客？ 去了，可是乘客都被警署扣留了，说是要配合调查。这个事还真有点奇怪啊！你说，劫匪为什么偏偏选这趟去河内的班机呢？是啊，现在是谣言四起，说什么的都有，咱们得想办法应对啊。至少要开个新闻发布会，澄清一下吧。 有人说这次劫机案是共产党干的，你们怎么看？稍等，我是殷康年。对。
我也正在为这件事情着急。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去警署跟你们面谈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我先去趟九龙警署，把情况弄清楚再说吧。我跟你一起去，虽说是远航的事，有难同当。不，老师，现在。 情况比较特殊，也比较敏感，我觉得您不便露面，还是由我替您去吧。总之。 综合目前的调查来看，这桩劫机案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。尹总，好好想想，你有没有跟共产党有过节？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得罪过共产党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。约翰·景斯。 我怎么觉着这伙人留下的这些证据有点太刻意？非常的明显，会不会是这些人刻意要栽赃给共产党呢？哎，你觉着呢？不用你教我怎么破案，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你们回去等消息吧。好吧，那就先告辞了。 我原本想跟他们示好，没想到竟然过来这么一手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我不相信会是共产党干的。 你是共产党支持的，这不是信口雌黄吗？这是赤裸裸的栽赃陷害，我们必须马上在舆论上予以反击。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将来对我们的策反工作会造成巨大的影响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赶紧想个好的对策。哎呀，走一个。啊。 老季，派去做事的那几个人都处理干净了吧？你放心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，保证是一点风声也不会泄露。雷站长，这次咱们收获可是不小啊，整整4箱的现金和珠宝。那当然，既得了权，又让共产党背了黑锅。 一箭双雕，哎呀，雷站长厉害啊！哎，对了，咱们事先说好的，钱你放心，一分也少不了你的，死6分。再等等，等过几天，风声过去了，我让人给你送来。你可得把它藏好了，千万别留了行藏。放心，喝酒。哎。
组织上让我们找一个叫于一民的人，是波音公司的华裔工程师。我知道这个人，虽然素未谋面，但我读过他的专业著作。嗯，他现在被困在香港，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向他保密局指导之前，想办法营救并护送回大陆。现在可以确认，于教授就在那群被扣押的乘客当中。 我知道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啊，谢谢，洪孙。嗯，救于教授之前，帮我去找一个人。 花钱要你的小命，你也不能怨我们。别动手！别好什么好什么好！没事吧？怎么了？天黑路滑，社会复杂，活在这个世上，真他娘的悲哀。 已经很幸运了，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哥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大哥，大恩不言谢啊！我那我啥也不说了，我再喝一个啊。 这地儿你不觉得面熟吗？我还想问呢，你怎么给我带到这个地方来了？这不是你们家吗？你当年这只手，不就是在那个屋被砍的吗？这是凶宅，没人来，现在相对安全。王兄啊，不是我说你。 你怎么混到这步田地了？想当年你也是信里门四大金刚啊，按说你帮他们做了这么大一票，他们应该嘉奖你才对呀，怎么反过来要灭你的口呢？我也觉得奇怪呢，啊！信里门有信里门的规矩，叫道义有道。以前我在门里的时候，凡是干完了一大票，接下来。 肯定等的就是论功行赏、风风光光。哪像这次，不但钱没捞着，反而被人到处追杀。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不应该呀、啊，在香港地面上，我也没什么仇人嘛。啊，以前就得罪我操刀老七，那也是因为雷志雄那个大恶人从中挑拨，我才被断了一只。 雷志雄，保密局的雷志雄，就是保密局那雷志雄。这个保密局在香港地界上，这帮孙子就特不守规矩，就那帮大坏蛋。那你说这次劫机会不会跟雷志雄有关系啊？那他也不至于要我的命啊！那我跟他是有过节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他已经断了我一只手了。 你好好想想，你这次劫机的时候，有没有碰上什么蹊跷事儿？有啊，你比如说啊，以前我们出去干活，都是拿我们用惯的什么砍刀啊，还有我们一些用惯的一些家伙事儿什么的，这次一概都不让用，非要让我们用那些从来没见过的什么苏式手枪，还特别不好使。
殷康年，他想拆掉部分的航空器材，转投共党，就是我从中作梗。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得罪过共产党。对啊，我怀疑你是共产党。你看谁不像共产党？综合目前的调查来看，这桩劫机案很有可能是共产党人干的。现在可以确认，于教授就在那群被扣押的乘客当中。聂云开似乎看到一丝微弱的阳光穿过厚重的云层，他敏感地意识到，救出于教授的同时，也能打消殷康年对共产党的误会，安抚两行的人心。营救于一民，或许将成为策反两行任务的一个重要。什么事儿啊，主任？我是来汇报工作的。来邀功请赏的吧？卑职不敢。连飞机你都敢捡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呀？主任，你都知道了？何止我知道呀，连委员长都打电话过问此事了。主任，这件事我策划了很久，计划周密，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共党的嚣张气焰。你还自以为得计？我让你控制香港的局势，没让你劫机杀人。卑职不是很明白。刚出的报纸还没看吧？好好看看。连你黑市买手枪杀人的事儿都有详细描写。主任，在香港，没有人会看这种左翼的小报。这种消息，各大报纸一转载，马上就轰动世界。政治上带来多大的被动？进来。头，带人去东亚旅行社搜过，没找到赃物。雷志雄的秘密保险柜查了吗？两个保险柜都查了，什么也没有。聂先生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约翰琼斯，这只能说明雷志雄他太狡猾了，他们都已转移了。我认为您应该继续派人去查。够了。我们皇家警察可不是任由你差遣的，我劝你赶紧回去，否则我就要以诽谤的罪名来拘捕你了。约翰警司，请您先冷静，冷静地听我分析。我的调查千真万确，整个的劫机事件都是雷志雄一手策划的。还有这把枪，从黑市上来的这把枪就是证据，他还是想嫁祸给别人。谁在这血口喷人的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说的就是你，怎么了？你敢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？警察把我那里都搜了个底朝天，我是守法的市民，理应配合警署的调查。只不过现在有人污蔑我。我总不能一声不吭吧。雷志雄，大丈夫敢做就得敢当吧。你干了这么龌龊的事儿，就想一走了之，把这事儿扣到别人脑袋上，你够不要脸的。聂云开，远航的事你费哪门的时间？华航远航一家人怎么了？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和共产党有关系。胡说八道。你最好是跟我解释清楚，说不定我能放你一条。雷志雄，你那些破事不要在我的警署里说，赶紧把他弄走。
说的对。聂总经理室，我们出去聊聊，好不好？我看你这张脸，我就来气。有话就跟这儿说啊，别出去。警察不管你，我管你。不要命了是吗？行，敢在警局拔枪，来呀，开枪啊！居然敢在情书里打架！来人，来人！把枪放下！把他关起来！刘海九子，你绑我干什么？走！我告诉你雷师兄，我跟你没完！放下！雷志雄，我命令你马上从我眼前消失。消失。放不出去啊，我们都是好人啊，凭什么要关我们啊？就是凭什么放就是别说了，把你们留下来是为了调查工作，过48小时之后没问题就会放你们走了。哎，劫机的事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我们都做完笔录了。就是啊。对啊，我们也是受害者，放不出去。放不出去。放了我们。安静，你们警署就是歧视华人，凭什么那几个洋人可以走？警察先生，我也是美国公民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走啊？对不起，所有华人乘客都必须接受调查，这是上面的命令，我也没办法。放出去！哎，你真的是美国人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，这是我的护照。哦，我叫于一民，是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工程师，现在新中国就要成立了，我要回到大陆去。你要回大陆，怎么坐了去越南的飞机啊？美国啊，只有直飞香港的航班。我也是到了香港之后才知道，北上内地的航班已经很少了。但我又不想在香港滞留，所以才打算啊，从河内转机回国去。谁想到啊，会碰上劫机这种事儿。哎，我说，那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真是傻气的，那共产党都把你们的飞机给劫了，你们还回大陆啊？我相信不是共产党干的，我了解共产党。跟总，找我。哎，是这样，云开为了调查劫机事件，被警署扣留了。我现在去保释他，你们那个例会我就不参加了，记着把会议纪要拿给我啊。范总，我跟你一块去吧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啊，别担心。于教授，叫我吗？啊，我们认识吗？啊，我认识您，您不认识我。哦，我一直很仰慕您，您是大名鼎鼎的教授嘛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啊，读过您的著作还有论文。哦，你也是搞航空工程的吗？不算是，不过我以前做过飞行员。在西雅图大学读的交通经济学，后来选修航空工程。哦，那咱们还算半个同行呢。啊，不敢不敢不敢，您可是空气动力学的专家呀。哎，对了，您怎么上这儿来了？这不遇到劫机的吗？我才到了这儿。听说新中国即将成立，急需我这样的人才，简直兴奋的睡不着觉啊。啊，连手头正在进行的一项风洞试验还没结束，我就动身回国了。哦，是这样的。哎，说到风洞实验，您可是首屈一指的专家呀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47年波音公司那次最著名的风洞实验是您主持的吧？是啊，只可惜热能试验出错，
导致了失败。啊，那很正常啊，失败乃成功之母啊。我记得那次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你也总结了很多的数据，对吧？这方面，中国是个空白，将来啊，我这些经验都可以带到国内去。没错没错，于教授，待会儿啊，我们公司会来保释我，你就说是我的朋友，我带您一起出去。那可是太谢谢你了。啊，小意思。您先忙着。好好。好嘞。先生，带我出去吧，先生。先生，现在我也出去吧。带我们去吧。韩总以公司的名义把我保释出来了，我们进去说吧。好，走。有事儿啊？我知道你是故意跟雷师兄打架的，为的就是被关进拘留室，对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错，这不是你的做事风格，所以你一定有自己的目的。我知道我不该问，所以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全都是我猜的。猜的？你故意大闹警署，被关进拘留室，为的是要找那个乘客名单上的余一民。他现在也被顺利的保释出来了。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别卷进来，这是一滩浑水，很危险，明白吗？现在我卷入这个危险，总比你卷入要强。你怎么不听我的劝呢？当我知道你今天因为打架被关进拘留室的时候，我一直坐立不安。我相信我的直觉，如果一个人突然改变了他行事的方式和习惯，那他就离危险不远了。听我说，这事不该你管。我什么都不会说，也什么不问。搞不好会掉脑袋的。我只做我该做的。就是，走。
你们找谁？请问，今天下雨吗？下雨带刀不带伞，请进。 余教授，我们是组织上派来保护你的，请跟我们走吧。这里不安全吗？保密局已经在乘客的名单上查到了你的名字，所以我们尽快的把您保了出来。保密局现在肯定到处的在找你，我们必须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好吧。这个人叫余一鸣，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他的一张照片。 只可惜，人能失也出错，而同失败了。错押时验，热闹时验。不行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国民党的人？先生，两个不用找了。谢谢谢谢。弟弟，帮叔叔一个忙，把这个纸条。 下雨吗？
闲来无恙，叶先生。千小心万小心，还是着了他们的道了。他们居然给我们玩起狸猫换太子这一手。根据可靠的情报，于一民教授刚一到香港，就被保密局给控制了。前几天已经被秘密杀害。哎呀，疏忽，是我们疏忽大意了。雷志雄的这次行动，计划得非常周密，手段也很隐蔽。看来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哎，我再问你一遍啊，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你的职务是什么？你的联络人是谁？你还有什么同伙？啊？你都问了八百遍了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不是共产党。那这张字条又怎么解释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抓捕共党的现场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是华航的总经济师，我出现在飞机场不是很正常吗？谁知道那是你们的抓捕现场啊？就是不肯招是吧？你就说了吧，你是不是共产党？担任什么职务？你的联络人是谁？你的同伙又是谁？Wait!